脚下的路清晰，步伐坚定，听见有人问着你还在身边吗，温柔的人回答一直在这里啊，这份爱穿越人海向我靠近，没一点道理，我只能沉默感应你的呼吸，有你在怀里，关心来世是否还能在一起，我要相信我坚持的意义，这份爱穿越人海向我靠近，多么不容易，我只想努力珍惜与你共有每一个瞬息，倘若错过之后来生还能看起来还不错，哇，家具都给我准备好了，表哥也太靠谱了吧，果然还是亲人靠得住啊，哇，没想到我人生当中第一套房子就这么的完美，这就是我走上人生巅峰的第一步啊，这桌子真的一点灰尘都没有，这地板简直睡在上面都可以吧，这简直就是我未来的家了，真好，比梦想中的还要好，哎，对了，赶紧给我姐拍个视频，让他也开心一下。嗯。当嘟当，姐看，这个是我买的房子，靠不靠谱？你看保养的多好。对了，我跟你说，咱家有一个超级大的落地窗，到时候呢，每天下午我们都可以在这儿晒太阳了，是不是超棒的？对了，姐，我跟你说，等以后你回国，你就再也不用住酒店了，咱们有家了。走，我要带你去看一下其他地方，我给你拍照片。这怎么这么多书啊？你怎么在这儿？喂，是吗？就是除了腰有点大，其他的还可以。钱将就一晚上吧。嗯。今天，谢谢你们留下来。爷爷他很开心。没事儿，刚好这几天我也轮休。
时间也不早了，早点休息，明天一早我们就回去。嗯，张老师，你睡了吗？还没呢。啊，那天我不是故意要进你房间翻东西的，你没生我的气吧？没有，我那天反应有点大。爷爷都告诉我了。爷爷跟你说了什么？美人鱼的故事。都已经过去了，童话故事也只是哄哄小孩子，现实的社会里不存在的。张老师，我能说一下我自己的想法吗？但是它里面的所有情感都是真实的，所以别否认它。张老师，你说，其实我们私下不用刻意的保持距离的。啊？什么意思？我的意思是，既然你不介意，那我也不介意公开我们的关系。那先休息吧。拆了绷带之后才洗。我五天不洗澡，张老师，你怕不是得把我扔出去？说的也有道理。嗯。我还是觉得先别洗澡了，毕竟伤还没有好。没事儿，我可以的，放心吧。好了，我要洗澡了，快出去了。等一下，找你。我有没有想跟你要答案？坦白说吧，我现在的心情确实比以前好多了。但是即便是这样，我也不能欺骗我自己，我更不能欺骗你。云叔，怎么了？我没事，我就是摔了一跤。那个严重吗？不严重，我自己能起来。那你小心一点啊。我进来了。不，张老师你别进来，我只穿了一件浴袍，我里面没穿衣服。还能起来吗？小心一点。光的痕迹，脚下的路清晰。云叔，我进来了。无法坚定，听见有人问着你在哪儿，还在身边吗？温柔的人回答，一直在这里啊，这份爱穿越人海，像我靠近。我在你前面。我只想别跟着我，我现在走过去。你抓着我的手。来生还能再度遇见你，认得你，我磕着了。
去了吗？没东西。我现在带你出去，有你的车，留住我的脖子。另外一只，抓紧吧，准备好了吗？我现在有陈凯阳了。嗯。云舒，给你。云舒，笑一笑。云舒，笑一笑。这是什么呀？啊。云舒，笑一笑。这个是我爸爸给我留下来的最后一句话。只是他现在已经不在了。谢谢你帮我照顾的这句话。我想我已经明白了，我之前的计算是错误的。在我原本的公式里面，你需要房子，我需要的是你和我签订契约，来满足爷爷的需求。我一直以为我们诉求的契合点都是这个房子，直到现在知道了个五金，我才发现我们之间的契合点是不存在的。之前的那个建议是我太草率了。不是的，存在的。你对爷爷的感情就像我对我爸爸的感情是一样的，所以谢谢你帮我找回我和爸爸的回忆。不必客气。外套还你。谢谢。我现在需要去洗澡。张老师，你为什么帮我这么多？张老师，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啊？因为你值得呀。我愿意和你一起完成爷爷的愿望。我答应你的契约。姐，我还以为我不来了。我是不想来。但是我答应过爸，要亲手把你嫁出去。姐，不许哭，还得不住。我有个礼物要送你，姐，谢谢你，好好看。
我有话要跟你说。张教授，我现在是以云舒终身法务代理人的身份跟你说话，你想要跟我妹妹结婚，得先过我这一关。好。首先，关于那套房子，我承认要在短期之内找到表哥不太现实，所以那笔钱很大可能性上是追不回来了。其次，今天早上我给国内外总共7家律所的朋友打了电话，让他们分别对你进行了全面的背景调查，调查结果还不错，所以我暂且赞同你跟我妹妹的协议。但如果你要是敢在这一年里让云舒伤心、难过或者不高兴的话，保证你这辈子再也娶不上她。相信我，我做得到。于兰，我可以用我的人格进行担保，在接下来的一年时间里，我不会逼迫云舒做任何她不想做的事情，我会尊重她、爱惜她、保护她，像家人一样对待她。虽然我们两个人是契约关系，但是从今天开始，云舒就是你的妻子，所以请你放心。要不我们先睡吧。喜欢什么姿势啊？我的意思是，睡觉的姿势。我比较喜欢侧着睡。张老师，你比较喜欢什么姿势？我也喜欢侧着睡。张老师，我没被子了。不好意思啊，要不我们俩靠近一点，这样大家都有被子了。我们这样是不是太流于表面了？要不我抱着你睡吧。张老师，张老师，你这样抱着我，我睡不着。撤诉了。那他人还不错。她是一个人美心善的漂亮姐姐。
如果你是完美先生的话，我觉得他就是完美小姐。只可惜你名花有主了，所以他没有机会。今天是不是可以下来了？哎，不过那个漂亮姐姐喝咖啡的口味和你好像啊。是吗？还有啊，含糖的东西要少吃，对身体不好。听到没？涉及到你的隐私，不知道你方不方便回答。那你先说说看，我是不是你的初吻？书啊，鉴于你喊了我老公，所以我觉得我们的关系可能会从爱情关系转变婚姻关系，所以我想着先好好学一下，这样对于我们之后的关系发展也是有帮助的嘛。那我就不打扰你了。35岁之前，我的菲尔兹想。那你对人生的感悟呢？在迷雾里穿梭的困惑的人，故事的夜，我爱他，我也爱你。没人愿陪伴他说一说话，贫穷的漩涡里风。我们去那边看看吧。好。
你要不要试试看？好。就在这儿，也来挖这里。我来教你啊！你看，我刚才不是说了吗？在这一片，然后呢，从这儿往下挖，大概10公分才能挖到。10公分？嗯，就这样。那我再试试。哎，你看，看到了没有？找到了。这个呢，就是爷爷说的花蛤。如果你搞不清自己是爱上袁术，还是喜欢，那就亲身感受一下。那你说，我应该怎么感受？接吻。你撞我干嘛呀？我没掌握好平衡。还笑我？熄灭了灯，找寻光的痕迹，脚下的路清晰，步伐坚定，听见有风还吹。